現代人越嚟越注重健康生活，點樣喺屋企可以呼吸到更潔淨嘅空氣，飲到更純正嘅水，成為好多民眾追求嘅生活標準。全球有名嘅環境家電企業 Cowie 日前係正式登陸南加州，並且選喺華人居民眾多嘅聖基表市開設旗艦店，務求提高當地民眾嘅生活質素。Cowie 表示，好多民眾都受到呼吸道過敏嘅困擾。一般的空气净化器并不能够有效地过滤空气中的过敏源。民众如果在购买空气净化器的时候，要挑选带有负离子技术的产品。这部机器呢，就是有带有负离子 plasma 杀菌 ，OK 除尘。然后一般这个就是说，如果说像现在这很多人、都有过敏的烦恼啊，过敏性鼻炎啊，花粉啊 ，OK 那这个呢的机器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很多客人解决，说因为他在室外，他没有办法去控制外面的空气的污染，可是在室内可以还给自己一个清新的空气。那这台呢是完全可以说让您可以在整个室内，就像很清新的感觉，像您走在森林浴一样，因为它会释放负离子。Cowie拥有多元化的产品线，除了面向家庭用户之外 ，Cowie 仲为各种规模的商业客户提供净化设备，有厨下的净水器。然后还有台面上的净水器，还有商业用的 individual 的立式型的净水器。如果说是空气净新器的话呢，那我们有四五种可以让客户选择，在不同的尺寸，然后可以 fit 不同的空气清新器的方型。无论是空气定是饮用水过滤器，滤网同滤芯技术是至关重要的。Cowie 介紹表示，公司旗下的核心技術都是在位於南韓首爾大學的研究所所研發的。該公司濾網和濾芯技術已經達到了領先業界的水平。我可以講，我們公司的做這個濾芯和濾網的技術是全世界最好的，因為我們每一年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那個 CES Commercial Electric Show， 那邊每一年都拿那個創新獎。根據介紹 ，Cowie 在亞洲多個國家都設有分公司，產品在亞洲市場更加是擁有40%的佔有率。Cowie 近年繼續拓展海外業務，而家選擇在聖蓋博士開設旗艦店，希望為華人朋友的健康把關。미국내중국교포들에서는약700만정도의매우높은인구구조를가지고있습니다그러한분들에게저희의높은수준의제품을공급드리고서비스를제공해드리는것에대해서저희는모든준비가되어있습니다그렇기때문에이번생가브리엘매장을중심으로앞으로미국전역그리고 LA 를중심으로확산하여우리중국교포들과 Cowie 가하나가될수있는모습을꼭보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 Cowie 欢迎民众光临圣盖博旗舰店，了解该公司更多环境家电资讯。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